此次疫情已构成海洋公司内的爆发，并在家庭内、居住地、共同聚餐者、共同乘车者中构成聚集性疫情。海洋公司员工最晚环境暴露时间为7月21日，按照新冠肺炎最长潜伏期14天计算，海洋公司相关大多数病例应在8月4日前发病。未来几天，不排除在海洋公司相关的密切接触者中继续检出重症感染者，以及存在长潜伏期阳性检出的可能性。大连市内社区病例主要集中在大连湾街道，不排除在大连湾街道存在小范围社区传播的可能。因此，当前正值这次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，疫情防控工作丝毫不可放松。